疫情爆发以来，大家都减少聚餐。荔枝就成日都去亲亲大自然，又行山又戴晒素颜照。呢日佢就话留喺屋企度陪三只小猪做功课。正喺佢准备去浸脚放松下嘅时候，三个女女都走埋嚟话要一齐浸。四对脚摆入一个木桶入面，水都满泻晒啦。猪猪就话对脚越嚟越暖，仲暖到入心添。不过话时话，猪猪嘅生活咁养生，唔怪之得 keep 得咁好啦。